切到尾，顺风又顺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尖儿。今天呢，我准备在我这个小食堂请几个朋友过来吃饭。早早的我就来了，赶紧按动作。我这人吧，有个毛病，那就是比如说我要请人吃饭的时候，我就愿意把这个饭给他剩下，然后我就怕人们就是不够吃，所以导致呢，其实每次做饭的时候都要剩一堆的饭，然后想办法去做。这是个原理出来。小姐儿，我来了。这话不来了，再一个话说，那我这个好好吃的嘞。这那个西红柿买好了，小姐儿，这红淡淡的，我给尝尝甜不甜？哎，看这个我吃的，咱们有副功效嘛。嗯嗯，甜哦。这甜你尝。在哪买的了？不好意思。拌个凉拌土豆丝。女人们最好吃的就是这一口，今天多做点，反正我做了一大盆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嗯，挺香，吃了，老完。吃了吧？嗯。跟我们也不都转娘了。今天这种日子呢，我们就吃油糕。现在出去看过，啊。没意思了，看见了。哪里去没意思了？哎，挂圈去了。干嘛这儿呢？在这儿呢。在这里。对。一零。一零九回。哈哈。今天的这个糕。有点多，我就爱在忙里边吃。是的，下了啊，知道吧？你跟花儿里吃的吧？哎呀，可是夸的。拉钩拉钩拉钩，一会儿你把那个一菜的事情，小心大点啊，小点。嗯，你别会儿别挖是个，这会儿不来是个的。别接话。你咋来？你咋就抓好了？咋爸爸，这是你也做的账。你又给你刚来做那个小燕的电话吗？马上。二爷子，这。爷给哪儿烧了个油糕？那出饭了吗？我已经出去了。出去了。出啥呀？这。要吃吧，这油糕软的跟鞋子。对，是呀。从哪儿出的黑了那啥？谁儿子的？没天没演了吗？没演别拍。哎呀，米师傅中午好。是啥？你们夸的？那我十二斤没演。赶紧做，赶紧做，做。送点流量，送点流量。这么多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么多东西。莫客气，哎呀，那你就随便拍了，美美的。我就觉得你这个主角不对的了，你知道吧？后面给我，应该先付那个叫杨明儿弄火就给我。对，好，这以后还是以后录的。那毛，那不能吃了，臭的。别尿去，当饭的让我们吃。
还早叫嘞，有点苦啊。再给邻居再送点羊杂去。那个好兄弟，那个好小小姐。啊，然后发到我的朋友圈，啊，我一想六两都上去了。来，给，先拿过去。让吃完，吃完，吃完。今天是我们吃油糕的日子，送边呢还有一位寿星。今天我们是双喜临门，干杯！干杯！我安家是哟，泰国哎，对，这是泰国，泰国说啥了？萨瓦迪卡，哎，萨瓦迪卡。啊，我先那个两个多会儿先不他们去通知完了，我说黑夜难都回家了，再说个地方呢。哦，我说错了，错了吧？要洗，要洗。先吃吧，吃吧。现在我的价格。啊、哎呀，吃了，关了一个半。我给首先点这个蜡烛。好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！我给你把这个拔掉它。从头切到尾。顺风又顺水，从左切到右，健康又长寿。吃多少了？生意兴隆，年年说年年十八岁，祝他一啥呀？今天的蛋糕格外甜。